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的是个好日子啊，下着雨。我们村一个叔叔的儿子今天娶媳妇了啊，对。然后我们去围观围观。在我们这边的话，在村里面办酒席，就是每家每户，只要亲戚朋友邀请到的都会去帮忙。像我们这么懒的话，今天起来的算已经早了，我闹钟是7:30，我愣是闹到7:50我才动身。走，出发去现场看一下。下面不好走啊。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啊？在倒水。晚上，昨天晚上肯定都是被水冲过了，是吧？对。先掐个早餐先不？吃早餐先不？来了，来了，地上去吃早餐。看咱们大哥走到哪里都是花短裤标配，好多人洗包，好多人洗衣服，好多男人洗衣服。乐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龙虾吗？这是龙虾吗？这是龙虾吗？哟哟！我们这里农村摆酒席的话，一大早村里面的这些亲戚朋友们都会到现场来帮忙，然后就大家很自觉的找事做，就是相互帮忙的那一种，不用分配指定干什么，自己看到有什么做的就做什么。那里好热闹，今天。走，我现在也去，再去找一点其他的来做。
连壳都干掉了。嗯，好嫩，刚出锅的好嫩。你不怕上火吗？这个刚刚出来的不会上火的。A 锅挡厨了，城里面的酒席 A 锅是大厨了。我真不爱吃虾壳，好嫩。是啊，这嫩了没得？是啊，这应该的。这个要刮开，把两个冰的粘在一起，然后下锅不好笑。好，老板，门内多久又来了不？好，好，感谢，这是我们的主人家今天的主家。给你，要有啊。来，老板你好，六十。晚上打门。我先过来。我没讲。你谈了，我没讲。好吃。哦，穿的都像个盖子布呢。要钱还是要钱？快点！投降！我不投降了，我冇。你那个人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放下来。香不香？香，香吧？我香。完了。炒饭还没开席，你就吃光了。你没背俩？没背俩？没背俩？没好背。把我操！背俩没？背你问嘛？你没两个嘛？包啊！我两天没。东西包。哎，东西包。背了，背到房间里去。好，三开六。哎，没有到呢。哇，这样一天我不这样子，我快不能了，我差了。老板，快点。给什么高官？我们刚才老板完了，完了不？我屁端了的不？老板工，刚才喊鸡端，我鸡都没上面去了的。给的够不够的？我说我屁端个端有申请，人多。不是的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一坐下来，他那高了，他那个坐下来，地方哪里咯？他那个皮有那个水，讲出来，要厉害了。本身是要的，他们那石头要排皮的，要不然打的蛋糕了。好，新娘子机会来了，我们今天早上
在这里忙了一个早上，大家都还在这里张罗着。回去啊，农村婚礼这个早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一会儿看哪里还有帮忙帮忙去。下午那个饭餐跟大家分享我们这里农村的美食，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Hello, YouTube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